楚家荣两分命中，一记踩线的长两分。挡拆了，我跟你说，不要那么这个我也能上，这个上了拆就没了。你给他呼应啊，你跟他说你路延误，路延误，你在上面就什么都不干，就在你下回你挡拆，你要防好。张宁自己没能命中，但是抢到篮板 ，A1 二加一打中。挡拆，别走下线。JT 请求换人，休息一下，准备好，休息一下。注意 ，J Team 的全队累计犯规已达五次。到了，加罚命中。祝家荣，防守防守，面对杨正，不错的机会，但是有点死球了。这个球墙头有点 ，J Team 请求换人。好球！哎，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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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在那站着，拳头，拳头，走，拳头。这边张宁，弧顶这个掩护做的不是很到位，自己给了内线，漂亮。OK， 过篮成功，郭宏毅。这个就是打开了的灌篮的选手，来吧。决赛里面完成扣篮太帅了，他们知道这支扣篮是通过配合得来的，是非常珍贵的。杨正换了给到张真心，依然是要回换房自己的球权，想拿内线。张真心面对郭宏毅小勾手命中压上。哎，拳头打拳头。张宁依然是到自己熟悉的位置 ，OK， 轻松打中，转身上篮。杨正，看看这个球怎么打，张真心给到叶文浩。连续的三威胁，哎呀，没有注意时间啊！这个球 ，JT 现在落后一分。哎，连哥，试一下杨振、刘恒毅跟超哥吧，等一下。现在落后一分。丁显超在第二节，我一度有点想让他上，但因为对方一直在用着张琳、朱明正，他如果对位谁的话，都会很吃亏。张宁又是中投，两分命中。哎，就这么挡拆，就这么挡拆。J Team 请求换人。加油！放转一圈。换上了我们最熟悉的一套阵容，钟显超、刘恒毅还有杨正的时候，我在想说我们是时候反击了。我们三个一同时上场，我心里是觉得哎，我们剧本又要开始走起来了。对，龙骑士也请求换人。杨正给到刘恒毅，打中刘宏毅。来吧，罚球命中，双方打平，26-26。第二场比赛还有3分21秒，真激烈。
郑显超面对周瑞，给到张宁试探之后，杨正房的十分积极，但是哎呦，两分还是打中啊。防守主要就是防守，我们能防住他们，我们进攻没问题。杨正造成犯规，两次罚球，不要下手。一罚命中。再说一遍啊，不要提前进线，出手进线啊，要不重来了。龙骑士提前进场，哎，你这不，篮板篮板篮板，我的妈呀，我第二罚命中，现在28-28，防守防守上去点，张宁依然是突的好球，两次罚球的机会，鸿雁郭鸿雁。郭鸿雁，如果说张宁现在是，你过来点，刘恒毅防张宁，你还上去给他挡什么拆呀？直接要篮下呀！然后张宁打一，他一打一，你给他挡拆不容易，还晃。一罚命中。你一会儿最后的时候我们领先，你别踩进去，一会儿找你啊。啊好。两罚中一 ，J Team 拿到篮板，杨正。这边内线的机会，刘恒毅找到杨正，哎呀，三分还是没能命中，但是 J Team 抢到篮板，杨正晃开之后到内线，两分打中，反超一分，30-29，防守上去点，防守哎。打一打一打一，过去过去过去，打一打一，防守啊！张宁，反篮的机会，现在比分十分焦灼，这边杨正面对张宁，哦。晃开之后传球，哎呦，这个球啊，提前犯规罚球两次，不过没关系。钟显超防谁，打他一个篮下，用于打球位打一个。龙骑士请求换人。妈妈来不着急啊，我一边。你要换人了。篮板篮板篮板，郭鸿雁篮板，郭鸿雁，张远超防守有困难，太小，我担心他在防守上出现一个问题，因为他对位的是对面的朱明正，身体都比较强壮，所以我们这边一定要在防守上能够跟他们对上位。准备一下，你上去防守啊！哎，张宁，张宁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的，好的，罚篮，罚篮。这边 J Team 请求换人，冲秒，冲秒，好球，好球，水，水，水，西海水。哎，当教练真不容易，跟着心疼，心都疼。两罚全中，比分差距来到两分。
比赛还有2分09秒，还有时间。来 ，G Team， G Team， G Team， G Team。好了，铁栏命中，2分拿下。调整的非常及时，整个自己的控制节奏啊，处理球，在一个非常专注的状态下。张宁，一样的位置。碰到了，碰到了，红的，红的。现在双方33-33打平，还有最后的2分钟了。刘恒毅变向不错，这个球啊，滞空稍稍差了一点。打开，打开，又是给到张宁下顺，自己打内线，篮板被 J Team 拿下，找到杨正，协防，协防，桑维奇。选择出手，没能命中，但是继续是自己队的篮板，2分打中内线，刘恒毅。不要慌，你不要慌，不要，我别慌，我想，我想，我想一想。哎，怎么说？哎，怎么说？这边张宁自己给到底线的朱明镇3分，朱明镇反超1分。我都感觉心都颤了，真的。他们两个眼神对了一下，又指了一下底线，真的，一发球，张宁一个突破，再一个分球，直接3分进了。他们说打就真的打成了，体现出北大双子星的默契吧。防一个。换换换！杨正，别犯规，别犯规！到右侧，对，好球，别犯规！给到叶文浩，这个稍稍偏了一点。好球！张宁，好球！篮板，走底线，出外线，朱明镇，造成犯规。One, 哎呀！快！老板，这，哎，来，我们球怎么不可能算了？这球怎么会算了？他运了一下球啊！这连续的投篮动作已经开始了。后面啊！再回咱打慢点，控制住50多秒，哥们儿，50多秒，哥们儿。